看看新闻网。如果要说今年镜头前最忙碌的一线男星，那一定非黄晓明莫属。虽然脚伤并未痊愈，但时尚教主还是现身北京为新片《京中岳飞》造势。满满的工作日程不仅让黄晓明分身乏术，脸上的倦容也是难以掩饰。现在走路还是会肿，还是会疼，应该再有一个多月吧。按照医生的说法，3个月之后就差不多了。那还有一个月吧，一个多月。你说上海电影节能不去吗？梦之声能不去吗？合伙人的宣传能不去吗？那都必须得去。说实话，非常累。《京中岳飞》是由黄晓明领衔主演的最新古装历史题材影片，监制唐季礼携黄晓明、罗嘉良等一众岳家班主创齐齐亮相首播现场。该剧俊男靓女的豪华明星阵容堪称偶像剧。此前传出范冰冰有意投资参演该剧，不过中途却意外退出，黄晓明也就此进行了确认。我没有听说，我只知道一开始他要来演，后来好像有很多原因就没演成。正所谓轻伤不下火线，一边做导师一边又推出新片，黄晓明又刻苦和勤奋赢得了空前的众多赞誉，也让人看到了一个职业演员的敬业精神。我们在这儿也祝福时尚教主能早日康复，也期待他更多的精彩表现。